横翼，右手横握球拍，正手正交，反面反交，横拍快攻打法。正手攻球快速有力，对来球的判断预测准确，搓中突击命中率高，跑动中连续进攻能力强，反手快拨中能发力攻，正反手攻球的衔接技术熟练，侧身抢攻意识强，速度快。主要成绩：1987年39届世乒赛男团冠军，1987年第8届世界杯男单冠军。藤毅的正手近台攻球，左脚稍前，身体离台约80厘米，引拍时手臂自然弯曲，拍面前倾，以前臂后引为主，动作幅度小。球拍引至身体右侧稍后的位置，在来球的上升期，拍面前倾击球中上部，在上臂带动下，前臂快速向左前方挥动。藤毅的正手近台攻球以前臂发力为主，动作过程中身体重心从右脚移至左脚，他的攻球动作前臂活，腰宽的配合摆动协调流畅。正手中远台攻球，藤毅中远台攻球，左脚稍前，身体离球台约1米左右，引拍时手臂放松并做内旋，使拍面接近垂直，随着腰宽向右转动，手臂以较大幅度向后移动，将球拍引至身体右后方，在来球的下降前期击球，上臂带动前臂同时加速向左前上方挥动，腰宽向左转动，配合发力，拍面前倾较多，击球中部并向上摩擦。藤毅的中远台攻球发力以上臂前臂为主，腰宽配合，动作过程中身体重心从右脚移至左脚。正手侧身攻球，藤毅侧身攻球站位近台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侧身对向来球，引拍至身体右侧稍后处，拍面稍前倾，在来球的高点期击球中上部，以前臂发力为主，身体重心在击球后移至左脚。正手扣杀，藤毅正手扣杀时站位近台，左脚稍前，引拍时随着腰宽的转动，手臂向后移动，将球拍引至身体右后方，击球时在来球的高点期，上臂带动前臂同时加速向左前方发力摆动，腰宽向左转动配合发力，拍面前倾击球中上部，击球后迅速还原，身体重心从右脚移至左脚。
正手快带弧圈球，站位近台，离台约40厘米，左脚稍前，引拍时很少后拉，只将球拍引至身体右前方，在来球的上升期，手臂主动向前迎球，在上升期拍面前倾，球拍高于来球，击球中上部，借助腰髋的转动，手臂迎前带击，手腕保持相对稳定，不宜发力，在借力中将球带出。反手近台快拨，藤毅的反手快拨，两脚几乎平行开立，身体离台约40厘米。引拍时，手腕内屈，拍面前倾明显，球拍引至腹前偏左的位置，击球时前臂向前迎球，上体随着前迎，在来球的上升期，以肘关节内收，前臂加速并外旋，手腕做伸和外展。拍面前倾击球中上部，借来球反弹力向右前方搏击来球。藤毅快拨发力的主要部位是前臂，手腕配合发力，快拨过程中身体重心放置两脚。反手快拨弧圈球，藤毅反手快拨弧圈球时，前臂迅速伸入台内迎球，拍面前倾约60度，手腕固定，球拍位置略高于来球，在上升期击球中上部，快拨斜线时拍触球的中部偏左部位，前臂由右向前向右方挥摆，快拨直线时触球中部，前臂向前挥摆，并调节用力，控制回球线路的长短。反手攻球，藤毅反手攻球，
击球前向左摆身，同时向右后方引拍，前臂在身前横摆，拍面前倾，球拍位置较高，向前上方发力，腰部辅助用力，手腕控制拍面角度，在来球的上升后段击球中上部，攻球后迅速还原成击球前的准备姿势。左拨右攻，藤毅左拨右攻，由反手转正手时，关键在快拨结束后，在前臂还原的瞬间，迅即做内旋并带动手腕转动，使拍面前倾，前臂很少后拉，保持球拍在身前摆动，击球点在身前。由正手到反手时，利用正手攻球动作结束后前臂还原的瞬间，迅即做外旋并带动手腕转动，拍面前倾。以前臂发力为主，击球点在身前，手腕辅助前臂发力。藤毅采用的步法由左到右，第一步用滑步，由右到左则用跳步，连续左右结合击球时采用滑步较多。反手拨侧身攻扑正手，在来球上升期反手快拨后，藤毅用跳步侧身充分让位，上体向右转动，这时身体与球台约成75度角。转到侧身正手攻球时，前臂内旋拍面前倾，前臂在腰部附近，在来球的高点期以前臂发力为主，击球的中上部。从击球点来看，反手快拨的击球点基本上在台内，由于侧身攻时已让开身体位置，在侧身攻后对方便袭正手位空当时，藤毅会在侧身击球还原后重心先移向右脚，在右脚支撑下左脚迅速从右脚前面向右方跨一大步，呈交叉步，左脚落地时上体稍挺并向左转动，重心落在左脚时挥臂迎向来球，手臂发力击打来球。